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在很早之前就说想看完《红夫人》，然后现在我的快乐石也够我买一个金皮啊，是吧？所以就现在就直接拿下这个夜潮。夜潮之前就感觉特别喜欢这皮肤，相比来说，这个贝拉夫人虽然也好看，但是已经烂大街了。而且我个人就更喜欢冷色调的皮肤，所以就买下了那个夜潮。所以本期视频的皮肤配置就是红夫人的金皮夜潮，配上她的这个配套紫褂共潮生。红夫人在打这个小凸，我感觉还是特别好打的，毕竟她这个镜子可以产生位移，就可以得到控场的效果。然后这一把虽然是匹配啊，但是也是上赛季的巅峰七阶啊，对面四个全是巅峰七阶，有点头疼。对于我这个红夫人认知分高达64分的人来说，感觉也不是那么特别轻松啊。这边也是解决掉机械师的一个儿子，也是通过爆点看到机械师的位置啊。巅峰期间，只要你的基本功还过得去，那么还是有机会能够赢的。要相信自己，然后一直打下去。像我开局那么崩的局势，假如我放弃了，我摆烂了，那我这局是不可能赢的。这里虽然他们两个人已经摸好许了，但是其实问题不大。等一下魔术师被救下来之后，直接针对魔术师打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视频看到这里，
还得跟大家说一声啊，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的话，不妨现在在评论或弹幕中给我分享出来哦，我选择刷的最多的2到3首作为下期视频的 BGM 哦。然后之前也是发过动态，就是收集了一下大家想看的皮肤或者是角色啊，争取在这个假期能够给大家全部安排上，反正我已经做好了爆肝的准备了，看到我这样子努力更视频的份上，那求个3年不过分吧，嘿嘿。这里也是拿下了机械师，可惜让这个上官飞的魔术师给逃走了，这里想控个机子，发现这个镜子还是没有找到人，可惜了。但是好在死鸭这个遗产还算可以，杂技来救了一次人啊，这一次的话我就选择控机子去了，不能再守尸了，再守尸这个机子感觉会压好。他们两个人合修，修机速度非常快，我们这里快速的把昆仑水鸭打倒之后就直接去抓这个魔术师，魔术师是上挂飞呀、啊、哦，他还有最后一根这个棒子，哎，可恶，让他给转到这个小木屋里面去了，这边放个镜子，哎呀，镜子又放歪了，我这一局镜子感觉就没有放好过几次呀，很难受。哎，好在这边还是把他给打倒了，魔术师上挂飞，我还得有机会。昆仑学家应该快起来了，所以相当于是最后一台机还剩3个人，3个人残血，他们应该会直接抢机子。果然看到那个四合院有人已经在修了，他们两个人在修了。现在我投镜子过去，发现他们这个机子都没有抖了，这说明这机子已经压好了。哎，果然开门站3个人，压力非常大，保平还是可以的。哇，这边我急了，我交闪了。哎呀，你干！当下的问题是快速击倒这个机械师啊！哎，直接原地抽刀可以，还是把他击倒了。机械师是上挂飞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镜子去传小门的话，可能还能难到人，这是放手一搏了。我也不知道那个门开了没有，假如开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平局了。假如没开，那还能险中求胜，直接传过去。哎，发现天之我也这个门没有开，我们直接去拦这个昆仑学家，反正就是拦离门最近的这个人。哎呦，这都没打到，我不会吧？不会这都打不到吧？给我们转了这么多圈了，果然还是不熟悉这个红夫人的这个刀器呀、啊，居然还有耳鸣，说明这个杂技演员肯定没有走多远。这边直接底牌换个插眼，再过去小木那边看看。排一下耳鸣吧。当然游戏进行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大局已定，胜负已分了，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。这还是一把妥妥的四杀，这边通过镜子还是投向了这个杂技演员，我们再追这个杂技演员，这把就拿下了，还丢球，但其实上他已经跑不远了。可恶，居然踩到这个火球了，这边应该能追上了，那么这把就游戏结束了呀。